看到你那个。刚刚那个路线再来一次，刚刚那个不是往那个方向，就是这样过去那种。要不要来一段 jumping？ 这个坡又不陡。又往这边转，你就固定航线了是吧？没事没事。Thank you.
镜头没跟上好多，你的转的弧度旋转的太小了一点，哎，这个跟上了。